节快乐。除夕快乐，那我们就回到了我的 home， 就是巴杜巴哈，然后现在在我老公家吃团圆饭，然后今天是除夕啦，其实 Mary 在哪里？去找 Mary。恭喜！来来来！Bubble 哎 ，Bubble。停着等爸爸买东西，然后我们就要去拜年咯。我的眉毛我带错了眉笔，所以我这个眉毛哦是比较深色的，超级搞笑，超级爱车，跟他爸爸一样超爱。爸爸来了， Hello 爸爸，新年快乐。哎呦呦呦，来到我的家乡。Hello，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这是 Mary 的蛋糕，这是 Mary 的姨姨在顾蛋糕。开的时候拍呀，真的很美。还有这个小树也是今天生日， Happy New Year， Happy Birthday。啊，要有。我讲 Happy New Year 讲到关了。
你包住啊，怎么？包住他，你要带回去啊？哎呦，一二十粒，你多么可爱你！他去隔壁玩耍啊，所以我们一直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咯，你可怜，只能看他长开。办完了 Maverick 的 birthday 了，刚才有一点乱，所以没有什么拍到。男孩的脾气也不是太好。嗯，那是阿姑。我的舅舅家拜年，我们今天初三又穿 family 装，这个是 shop from desk 的。看 baby 睡觉了，这 baby KO， 我的妈妈已经在里面了，已经从 KL 回来了。啊哈，咦，人呢？人呢 ？Hello， 公公。Hello,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婆婆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婆婆睡觉睡觉妈妈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这个是给你的红包，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祝你青春美丽，身体健康。这是 Tesla 红包。祝你身体健康、平安、青春美丽、事业蒸蒸日上。然后我祝你新年进步，更大。这个是我的舅母。Hello， 我又来了，一年一度快乐，一年一度我又回来了。啊，对啊，一年一度我会。舅母有想我吗？我该。哎呦，我想你，我每次看你的那个 YouTube 啊 Vlog 啊。我老也会耶，舅母。有没有奇怪？在那边收拾。这个是给你的红包。谢谢。嗯，你要祝我青春美丽。青春美丽，永远漂亮。OK， 在这里浅浅的跟大家 update 一下，昨天呢，就是没有录到什么 vlog 啦，就是初二就。帮 Maverick 庆祝他的两岁生日，然后我发现我的 vlog 里面没有讲到这个东西，然后直接就挑出来，因为也是很忙，场面有点混乱，就是要 handle 一些家人啊， settle 很多东西 deco 那些，所以就没什么录到。所以初二的片段呢，就是一些 Maverick 生日的片段啦。哇 Maverick。新年快乐哇！那这个不拿，给大家，等一下。大家好，今天是大年初四的，然后今天初四呢，就在家躺一整天，也没有干嘛，就休息，然后陪我的 baby。你看这个卡卡是他生日的礼物，他超喜欢玩。超喜欢玩这个卡卡的，但我其实我也是想买这个卡卡给他很久哦，然后刚好就有朋友送给他了，超爱。然后今天初四呢，其实就很 chill and easy， 就在我家公家婆家躺了一整天。然后呢，今天呢会有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终于可以聚一聚了，然后他们就会来。我的公家的餐厅，然后我们就小小也是 celebrate 这样子。Hello， 没有 sexy baby， 没有人的，说好了七点半呢，一个狗狗。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几点到了？现在。晚上。情人节快乐，大家。情人节是明天。我看一下喂，新年快乐！阿金没有在，他出去玩。Welcome to my vlog， Welcome to 一菲 vlog。要讲吗？
my vlog。哦 ，my vlog。Welcome， 哇 ，Welcome to my vlog。这我就是会拍 vlog。Hello。一菲在哪里？一菲呢？哎，来有来有，来有还来有还来有，真是我请客。来有还来有还来有。Hello， 情人节快乐！啊，就是今年的情人节是新年，然后是在 hometown 过啦。然后我的木头老公刚才跟我讲，他要去拿东西。我估计呢，他就是要拿花。我现在在车上等，看我猜的准不准。通常他的惊喜应该都很容易被我发现，因为女孩子有很厉害的洞察。看，是不是？我就知道。哇，那你呢？哎，很热嘞，很冰哎。你就是公主，就是要这样子的颜色哦。哦，公主啊。啊。你选哪这个花？耶、这个花是硬硬的、香皂花，花是假的，可是我爱你的心不假。爱你的心是真的。情人节快乐！耶、，Happy Valentine。然后老公讲现在要带我去我们丰涛的那个情人桥，就是做我们港凤人做的东西。Yeah. 因为丰涛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了。没有地方可以去，不是那么的小。我们的 hometown 在巴都巴海，对，就是在巴都。OK， 一个很搞笑的东西就是我讲不喜欢假花，然后老公就换了一束真花来给我，超级搞笑。来，我刚放完这个情人桥，老公带我来的，咦，石文斌，好欧比的你。拔赌有拔赌过吗？拔赌有拔赌过，然后就带大家看看我刚放的情人桥。这里还有很多餐厅，也是很出名，蛮好吃的。这里就是有一个大大的那个黄金财神爷，然后很多小孩子在那边放炮。还没有看到情人桥，应该是在另外一边。其实本来我是要西洋来的，然后老公就在那边弄花弄花弄了很久，就因为那个花我讲假花嘛，然后他就定了多一束花，所以我们就等不及那个西洋了，所以就拍了晚上的。年初六，然后我们现在要去 Jason Arcade 的家拜年，他有做一个新年 party。干。
传给你们的。Happy New Year, baby. Happy New Year. And thank you, Mary.哇，这里有 omakase 在天上可以的家，我什么都想吃哎。这个是 engawa 吗？啊，对。是。哎呀呀，姐姐。嗨，叔叔。你叫什么名字？米。哎，进进去点。Hello.大年初八了，今天拜天公路。Mary 在门走走，大家今天有没有回家拜天公？等下十二点呢，这里就会很热闹，很热闹，因为大街小巷都会放鞭炮。初八也是其中一个我期待的，因为可以看到烟花。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哇，我看你，这样关金哈喽，关金哈喽，两只关了。那我再试一下味道如何吧。爹爹的 prawn 好了，爹爹叫我 try 他的 prawn， 哈哈。I will try 一下爹爹的第一只虾。哦哦哦哟！哇，你要洗？有那种餐馆的感觉，有啊，真的高评价，太帅，太帅，太帅了，真的，太帅了。姐弟，你们要 try 吗 ？OK， 一小块，一小块给我，一小块啊。是不是餐馆的感觉？是不是？有啊。Approve， 耶，好吃。OK， 姐弟再煎多几个吧。Finally， 大厨，五星级，阿哥啊，今天吃，一年一度的包包开箱又来了，一年才一次罢了。
没有，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嘞，我这次买的爱包，我刚刚入手的 Chanel 包包，入手了两个 Chanel 包包。你看这次的包装超美的，就是这个红色 ribbon， 我超爱。先来开箱给大家看看。先好了这个热腾腾的 Chanel Kelly， 然后我选的是白色的，因为我是白色控。它这个是它的皮，好像是叫牛皮，不是羊皮，应该是牛皮，没有记错的话。因为它的皮呢是会比较皱皱的，如果你用久的话。那我买这个包呢，就是其实很难拿到这个包，这个包是一包难求的，就算是在国外还是在我们马来西亚都很难有这个包。我是托我朋友的福，就是他是 VIP， 所以一有货他就先收到通知，然后他知道我很想要这个包，直接叫我去拿了小号的。所以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容量，所以它的这个 buckle 也是属于那种好像是叫 rustic什么的，就是还会看起来好像生锈生锈的。来一点包包的细节给你们看，它的链是这种，这样子。总的来说，我觉得是应该会是蛮实用的包，但是OK， 白色嘛，就像白雪公主一样，就很小心的照顾它咯。这个是我的新年包，开心跟你们分享。现在来开第二个，大的果然就是不一样。终于开好了，这个第二粒包包呢，就是 Chanel 独嘛，这个是24P 新款的 Chanel 独嘛，就是它只有一个口袋的，旧款的呢是好像是有还有两边，这里有口袋，这里也是有口袋。可是我觉得这个不错吧，因为旧款的对我来讲可能太过大，这一款呢就比较简单一点，它就只有一个口袋，对我来讲呢是觉得很不错啦，因为我的身形比较小，所以我觉得这个刚刚好。还有一个小，你可以装口红啊、AirPod 之类的。我觉得这个的容量超好装，它就是 just nice。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每次带太大包，我会一直找不到东西。然后我觉得刚刚好这种 size 的话呢，就是刚刚好。那当然，谢谢我朋友。哎，这个你们不要误会，这个不是我的家，我没有那么多包。这个是我朋友的 studio， 叫 High Society。如果你们要买包呢，也可以来这里看看它。这个 studio 超美的，它的店。所以，我跟他讲，我想拍那个包包开箱，他就想来呀、啊，来我店拍。所以，他这边好卖很多包包，大家可以去看看哦。OK， 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完我的新年包包，新年快乐！